嗱，呢個係第二份啊，第二份。咁我想問一問啦，嗱，我哋上次學咗 AS 同 GS 啊，個 TN 係幾多？唔係，嗱，有個 first term 係 A 嘅，有個 common difference D 啊，係 D 係 common difference。A N 咁樣。唔係，係 A 加 N 減一乘 D 好。上次做咗幾多點啊？你佢上次做咗幾點？六點幾都唔好難啦，好正常啊，都你4.9可以上堂啊嘛。好個 G S 嗱，個 A 係都係叫首項啊，咁個 R 咧係 common ratio 啊。A R N 唔係。A 乘 R， 唔係 TN 等於 TN 等於 A 乘 RN 入入。好嗱，就呢兩個。好啦，今堂我哋講啲咩咧？第一集有啲分析，跟到一埋。好啦，我停一停。嗱好啦，咁我哋今日咧想做呢樣嘢啦。我 TS 同個 AS 都有㗎，就是、SN 咧係等於 T 一。加 T 二加到去 T N， 咁呢個咧就係、是、如果 for A S 咧就叫 sum of A S 或者係 sum of G S， 是第一個，即係你睇下對應邊個嚟講啫。好啦，咁我哋想咧第一步咧，我哋睇一個 sum of A S 嗰條式點樣計出嚟先，好唔好啦？咁當然我有條公式嘅，咁我做埋個 proof 俾你睇㗎。好啦，嗱呢度。嗱 ，AS 嗰條嗰啲數字咧，嗱我寫翻出嚟先啦。for AS sum of AS， 我做一次個 proof 俾你睇啦。咁個 SN 咧其實係，我寫埋先 A 同 D 啊。嗱呢兩個 item， 呢兩個 term 啊 ，T 一加 T 二加 T 三加到去 TN。好啦，阿靚仔 ，T 一係 T 一。就係 A 啦 ，T 二咧 ，A 加 D，T 二就 A 加2 D， 好 ，T N 咧就係 A 加 N 減一股 D 啦，好，我想問啦，呢度有幾多個 A？ 呢度有幾多個 A？ 係 N 個 A 係 N A。嗱 ，NA 之後咧，我就抽個 D 出嚟，剩翻個 D、D 二、D 三、D 四、D 我抽個 D 出嚟，就變咗一加二加三加到 N 減一。好嗱，我哋想希望咧，將一條式咧化簡咗佢啫。嗱，我點樣化咧？咁我就用以下方式啊。嗱，我假設咧，呢度有一粒積，有一個積木，第一層有對應一個積木，第二層咧對應兩個積木。第三層咧又對應三個積木，好啦，一直去嗱呢個第三層啊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層，好啦，第 n 去到 n 減一層啊，就有 n 減一個，呢度咧有 n 減一個 term 啊，好嗱，咁呢個嘢其實你睇成咩咧？睇成可以當佢一個梯形咁睇嘅啫，梯形啊。梯形得唔得先？嗱，梯形即係上底 number of box 咧，就是、上底係一，下底係 n 減一，再乘以個高係幾多？上底加下底乘 n， 唔係由一去到 n 減一啫喎，一去到 n 減一，即係 n 減一行咯。n 減一，好隨意。咁原來呢嚿嘢咧，即係一加二加三加到 n 減一咧，一加二加三加到 n 減一定係呢嚿。我將呢嚿搬上去。n 加 n 即係 n 一加 n 減一即係 n 減一，睇到未？好嗱，我抽個 n 出嚟，同埋抽個二分一出嚟。咁第一個剩翻二 a， 第二個咧？因為 A 同二分一抽咗出嚟，所以剩翻 N 減一乘 D。呢條咧，呢條式咧就係 sum of A S 啦。
咁裡面有幾多個代數符呢？嗱，一陣我先俾你抄翻佢啊，我停咗佢，跟住俾你抄佢啦。佢有幾多代數符咧？第一個有 n 啦 ，n 係 number of terms 嚟嘅 ，a 係 first term。number of terms d， 咁所以呢度總共都有四個代數符嘅，一個 s n 一個 n 一個 a 一個 d 一個，四個代數符。好啦，你要記咗條式嘅，咁我俾我停咗部機，我俾你記一記佢先，好冇？好啦，咁嗱呢度咧嗰個代數符咧就呢就係、是、s n 係呢個係 sum of a s 嗰條式嚟噶 ，sum of a s 嗰條式嚟。咁就係 n 係 number of terms，a 係首項個 n 減一 ，d 係個 common difference。但我唔實質去記呢個㗎啦，因為你初初當你初初學到 l 係個 last term， 即係你當佢 last term，但係唔好記呢個字，直記咗呢個先，即係我哋熟少少先會再諗第二啲方法。好啦，都係講一句啊，呢度有幾多個代數符？四個代數符啊。條式都係四個代數符，可以四條式去計。佢原本條式得四個代數符，好啫嘛。個加極都係得四個代數符。係啊，嗱，不過呢度要揾個 number of terms 啊嗱。A 係二，個 D 係二，係咪？咁嗱，我哋如果揾個 sum of of matters， sum of matters， 即係揾個 number of terms。嗱 ，number of terms 係將個 Tn。等於 last 嗰個 term， 我一步搞掂佢咧。A 加 n 減一乘 d 等於 last 嗰個 term。A 係二 ，n 減一個 d 係二，等於七十二。二 n 減二 ，n 係三十六，即係有三十六個項。咁嗱，背一次條 S n 條式俾我啦。S n 條式係等於 n 減二，係二 a 加 n 減一，係啦。冇錯，咁就 S 三十六啦，三十六 over 二，二乘二加三十六減一乘二，好，你其實基本上可以一步撳曬啲機出嚟得噶啦。好啦，一三三二一三三一個細佬啊！三三二，下一條咧就要即係又要計個 term 出嚟咯，即係 first term 同埋 first term 分別係二同八，咁嗱let A 係首項，但考試自己寫翻佢啊 ，D 係個 common difference， 好啦 ，first term first term 所以個 A 係二啊。咁 first term 即係 T 三係等於八嘅話咧，即係 A 加三減一就二 B 等於八，一式，二式，好啦，執翻個二落去。D 係等三嚟嘅，係，好啦，咁佢要揾個 general term 啊 ，B T N 死啦，我唔記得個 general term 添，你背一次俾我聽。General term 啊 ，general term 啊 ，Tn 等於 Tn 等於 a 加 n 加，嗰個係 Sn 嚟㗎 ，Tn 嗰個你咁樣撈亂咗啦 ，Tn 係冧第 n 項啊，唔係個 Sn 啊，揾個 general term 啊，等於係。你睇翻前面嗰個頭嗰版先，啲嘢 handicap 咗嘅。都唔係話 A 加 N 減一 D。你梗唔係啦，你仲話我聽唔到你係 A 加 N 減一 D 啊？你再講一次啦。T N 等於 A 加 N 減一 D。我只話聽到你咧係 N over 二嗰個啊。跟住第二次講係。第二個我根本聽唔到你第二次講咩，跟住你已經失去咗信心啦。好 ，T N 係等於。二加 n 減一，即係你碌第一次零就變咗碌零，碌第二次零就變咗唔中零，咁碌咗好多次零都係碌唔到零，咁就變咗咩咧？變咗冚家零啦！哇！三 n 減一，你再碌埋俾人哋聽喎。
好啦，第二十行啊，第二十一行即係 T 二十一咧就三乘二十一減一，即係三乘二十一減六十二啊。好嗱，佢話首二十一行即係揾個咩啊？揾 S 二十一係咪？好 ，S N 背啲次調式先。L 係二 A 加 N 乘二括弧二 A 乘二 A 嚇加 N 減一係啦，好啦，代數字 S 廿一，廿一係二十一 ，O K 二乘。D 係三，好，你撳一撳機係幾多？好，個答案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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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幾多？好啦，咁而家咧，我想問啦，佢如果俾咗個 general term 你？咁佢要揾咧第二十九行至二十二行至二十九行嘅和啊嘛，咁但系我哋都要揾翻 A 同 C 先嘅，佢一个 A S 嚟噶，点揾个 A？A by definition 就系A 啊 ，A by definition 系 first term， first term 即系 T 几多？T 一 ，T 一，太慢啦。好啦，個 D 點樣揾啊 ？T 二係啦，計埋 T 二先，過嚟啊。我其實我想你去到咁爽就好啦，所以個 A D 咧就係四減負一五嚟嘅。好，嗱揾完曬之後咧，咁佢而家佢話咧係第二十二項加到二十九項啊，咁所以佢要係 T 廿二加 T 廿三。加到 T 二十九啊，咁我哋表面上睇佢係咁樣，但係如果你用啲 S 去睇咧，就 T 一加 T 二加到去 T 二十九，咁你加多咗嘢噶嘛，叫減翻。減翻 T 廿一，啊唔係 S 廿一。係啦 ，T 一加到去 T 二十一，咁即係就 combine 咗佢咧，即係 S。廿九，廿九減 S 二廿一，係啦。你睇我 device 嗰個方，即係佢嗰個結果出嚟嗰個方法嚇。咁 S 廿九咧就二十九 over n over 二 a 係乘以負一，再加 n 減一，即係二十八乘個 d 係五。呢個 S 廿一，好啦，唔係 S 廿九 ，S 廿一就咁。個答案係九七二啊，好，好啦，嗱，the n term T n of a sequence 係 T 一 T 二 T 三 is 七減三 n， 咁即係 given 個 condition 即係 T n 係等於七減三 n， 好啦 ，why done the first four terms 就呢啲即係簡直係即係送分啦，咪先，即係計個 T 一，但係佢有冇話俾你係 A S 定 G S 㗎？唔知喎，嗱呢個佢冇講噶，沒有説是 A S 或者 G S 或者其他噶，嗱冇講其他嘢噶，咁即係你做完之後咧，你要有個 sense 去做以下嘅嘢啦，就係要去睇下佢屬於邊，即係睇下佢屬於邊一隻 sequence 啊。好啦 ，T 一係七減三四 ，T 二係七減六 ，T 三係七減九九，好睇唔睇到有啲嘢出咗嚟㗎啦？
知啊，亂嚟嘅。唔係喎，得 A S 係咪？個 common difference 係幾多？負三。負三係咪？嗱，冇錯啦。不過咧，我俾咗個信息你先啦，俾咗信息。第一樣嘢，呢、這個 general term 咧係一個 linear function 嚟嘅 ，linear function。第一樣嘢 linear function。咩叫 linear？ 即係 degree 等於一嗰啲。如果係 degree 等於一嗰啲咧，佢一定係 AS 嚟嘅啦。咁嗱，呢個係即係我額外俾你嗰個 information 啊，就佢冇講，但係會即係佢題目係會咁樣出嘅。好，咁所以嗱，我哋睇到個 A 咧，個 A 咧係四啦，個 D 係幾多咧？負三，負三係啦。好啦，咁所以個 S 一百 ，S 一百我寫 S N 嗰條線啦。-14450 第五條 example 咧，佢話 first term、second term of 一個 AS， 咁即係我哋其實知道 A 係嗱，我唔寫叻乜乜乜嗰啲啊，因為你大家 understood 咗係就算數啦。T 二係八 ，T 二係八咧，咁我哋可以揾翻個 D 嘅，個 D 係 A 加 D 係等於八，即係五加 D 係等於八，個 D 係三。好啦，咁佢話 if the sum of s first n term 係三二三九二五，咁即係 s n 係三九二五，咁將呢度演繹翻一條式出嚟啦 ，n over 二 a 加 n 減一乘 d 等於三九二五。嗱，你發覺咧，佢呢度咧有三個窿嘅，如果冇嘅冇上面嗰啲資料有三個嘅，但如果有上面啲資料咧，剩翻一個嘅啫，係二乘五。好，你爆開咗佢咧，發覺原來條 quadratic equation 嚟嘅，我將佢二乘咗過去先，7850，呢個 n， 呢個十，爆埋開佢啊，三 n square 加七 n 減三七八，好啦。跟住撳呢條 quadratic equation 係 quadratic equation 嚟嘅。N 係五十，仲有一個嘅。負一五七 over 三。負一五七 over 三。over 三二隻啦，因為個 N 係整數嚟㗎。正整數嚟嘅，好 ，OK 未？嗱，咁我哋做一條難少少嘅啦。嗱，呢條啊，第六條。其實咧，我哋正話咧，俾咗個 n， 俾咗 a 你，俾咗個 d 你，跟住揾翻個 tn、sn 好易嘅啫。咁如果俾咗個 tn 你，就揾翻個 a 同 d 都好易嘅啫。但係如果俾咗個 sn 你咧？講多次啦，俾 A 同 D 你咧，就好容易揾 Tn 同埋 Sn 嘅啫，你背公式嘅啫。俾個 Tn 你咧，咁你可唔可以揾翻 A 同 D 咧？就代 n 係一同二落去，就揾到 A 同 D 嘅啦。好啦，第三個較為難嘅，俾咗 Sn 你，咁點樣揾翻個 A 同 D 咧？你首先一定要第一步揾翻 A 同 D 先嘅啦，一定係。佢問咩都係咁講噶啦，嗱，咁你就要演繹翻咧 ，S N 係咩意思啦 ？S N 個意思咧，其實係 T 一加 T 二加到去 T N， 好啦，咁即係話呢度有幾個層次嘢要考慮嘅喎。如果 S 一即係咩意思啊？
即係佢有幾多項啊 ？T 一 T 一得一 T 一嘅咋，所以其實 S 一就係 A 嚟嘅。嗱，我哋首先發現咗 S 一即係 A 嚟嘅，所以個 S 一等於 T 一等於 A 嘅話咧，代一落去一嘅二次加二乘一等於 A，A 係三。好啦，但你唔好諗住咧滿心歡喜喎，我代 S 二落去咧個二咧就諗住係 T 二喎，唔係嘅喎。嗱，呢個做咗第一步啦。好啦，如果 T 二咧 ，S 二係咩意思啊 ？By definition 嘅話 ，S 二係 T 一加 T 係 T 一加 T 二，所以佢個嗱 S 二嘅話，我用呢條式去睇嘅就二嘅二次加二乘二，但係用呢條式就唔係嘅咯，係變咗 A 加 D 嘅咯，係嘛？所以個 A 係三嘅時候咧，我哋執翻個二 A 加 D 啊。八嚟嘅，所以個 D 係五三嚟嘅，啊唔係就個二嚟嘅，又我以為咁遙添，係嘛嗱，唔同咗噶，所以一陣咧會有一條式咧係關於呢啲噶嚇，即係俾 S N 嚟嘅，一定會齊曬噶，俾 A 俾 D 嚟揾 T N T S N 呢個最 simple 嗰個 case 嘅，俾 T N 你就揾 A 同 D 就難少少，俾 S N 你揾個 A 同 D 點樣揾？都是要你自己揾翻啊！咁我停咗部機，俾你自己慢慢試一下先啊！咁我哋下一步咧講個心外 GS 啦。咁啊，心外 GS 好短好多噶啦，嗰、那個心啊，心外 GS 咧都係用 S N 啊 ，T 一加 T 二加 T 三加到 T N。好啦，我寫翻先。S N 係 G S 先啊 ，G S 個 A 同個 A 係首項。R 是 common ratio 啊，好，嗱，我想問啦，如果 T 一加 T 二加 T n t 一係幾多 ？A T 二咧 ？A R 啦 ，A R 嘅二次係咪？係。呢個 A R 嘅 n 減一次，好，嗱，我叫呢條佢一式啊。咁跟住咧，我再整多一條區出嚟咧，就一式咧乘曬 R， 咁即係呢個乘咗 R 就 R S N 啦，呢個咧就變咗 A R， 我對翻個位啊，呢個咧乘 R 就變 A R 二次，咁呢度乘咗個乘咗變 A R N 減一次，呢個乘咗變咗 A R 嘅 N 次，好，你睇下有冇問題先，呢個二式嚟嘅。喂，夜深啦，阿雲，夜已深，好啦，嗱，咁我哋將咧，然之後咧，我哋將佢個二式減一式，嗱，二式減一式咧就呢面減佢咯喎 ，R S N 減 S N， 呢面減點減咧？呢兩個冇咗，呢兩個冇咗，剩翻呢兩個，係嘛？而且呢個減呢個啫，好，呢度抽個 S N 出嚟 ，R 減一，呢個抽個 A 出嚟 ，R N 減一，咁將佢除翻過去，我哋 S N 嗰條代數式就計咗出嚟，係咪？所以就變咗呢條式啦 ，R N 字減一 ，R 減一，或者一齊調轉佢都得嘅。即係上面抽個負出去，下面又抽個負出去 ，cancel 咗就 A 一減 R N T over 一減啊。咁嗱但係咧你揀一個版本嚟記得㗎啦。咁我就一陣會用呢個版本嚟處理，就唔使話你即係點樣去靈活運用邊個版本啦，好唔好？有冇見過呢個先？有啦，咪嗱，即係太簡單啦。我俾你睇一睇先啦，我俾兩分鐘你消化一下先。跟住嗱呢條啊，佢話。三六十二都三八四，咁就要揾個 first term 同埋個 common ratio。咁個 A 係三啦，個 R 係幾多 ？R 係幾多 ？R 係二啊。喂，同埋你三隻嘢咧，如果佢 keep 住係咁樣上堂咧，啲慳到嘅放咧，我就都係約翻你三點上堂啦，好唔好？就唔使咩咯，唔使轉嚟轉去咯。嗯，唔係你至少你三個根本
即係今個疫假叫疫情假，武漢肺炎疫情假係冇浪費個時間㗎，除咗你我考之外，好，唔係仲有啲得意添，因為我知道你哋學啲破邊學得幾好咯。好啦，點揾個 term 就 number term 就係將個 TN set 做等於最尾嗰個 term。A 乘 R N 減一乘等於三百四，嗱，即係呢個係標準方法嚟嘅，揾項數嘅就。嗱一陣咧，我計計下嘅時候咧，佢唔會特登俾呢個呢 part 你計㗎，你自己要意識到要點樣計㗎。因為一揾個 sum of series 嘅話咧，就要揾個 terms 㗎啦，冇得走雞㗎呢樣嘢。所以你一定要即係去到某個位，佢唔俾你，你都要知道啊。好，除翻個三過去。三百四除以。128，咁128咧就用短除除翻佢，嗱，用呢個。384。咁我想問你嗰啲講真嘅，即係我想知認真，咁你認真最認真你最認真。1234567，二嘅七次方。我覺得啲十係咩咁即係 n 減一等於七，即係有八。咁即係佢有八項啦。好啦 ，C 啦，揾個 SN 啊，級數喎，你幫我背一背 SN 條式先。SN 等於 SN 等於 A 一減 R N over 一減 R。係啦，冇錯啦。咁 S 八咧 ，A 係 sorry，A 係三嚟嘅，唔好意思啊。一減 R 係二嘅八次。好，你撳一撳機撳落去幾多啦？好啦，我計到765嘅，第三步八啦。咁咧，佢一個嗱，佢 in 一個 GS 啊 ，the first term and the eighth term。first term 係。First term 是 T3 等於36， T3 等於36自己 interpret 翻一條式就是 AR 的二次等於36，跟住 T8 是1152， AR7 是 AR7 次等於1152。好啦，呢啲都是用除做會比較好啲嘅，咁你二式除以一式，咁都係要睇實際情況啊。即係永遠都係即係窮則變，變則通，就變幻原是永恆㗎。R 嘅五次等於係 32，咧你唔使用 log 嘅，二嘅五次方嚟嘅，即係都係短除嘅啫。咁所以 R 係二嚟嘅。好啦，咁我計埋個 A 啊。因為佢雖然冇話要又要為計 A 啦，計埋落去咯。A 乘二嘅二次等於36，咁所以 A 係你個 friend 啊，九啊。好啦，咁佢問個首項首六項嘅喎 ，S N 係 A 一減 R A over 一減 R。係，咁 S 九啦，唔係 S 九 S 八啦 ，S 六。六。係六，第九條啦，第九條咧，佢話find the sum of first 20個 positive term 啊，嗱，佢係要 positive term 啊。咁而家佢呢啲 term 呢個 sequence 係咪 positive term 嚟㗎？唔係嚟㗎，咁嗱，我哋不如列幾個出嚟睇睇個 pattern 先啦。一係唔夠嘅，四負二，跟住下一個係一，跟住下一個咧，佢都係 GS 嚟㗎呢個，即係原本嗰個都係 GS 嚟㗎。佢而家要抽嗰啲 positive term 出嚟嘅啫。唔係負五。你而家係除以 GS 嚟㗎，係啊。四負二一，跟住下一個係除以二負二嘛，除以負二嘛，呢個除以負二，負二分一，跟住下一個咧，負四分
再除以負二四分一。好啦，呢個係個 sequence 嚟嘅。好啦，抽咗啲 positive term 咧，抽 positive term 出嚟嘅話咧，就會係變成咗係四一四分一，係咪？好啦，咁所以你發覺咧，佢個 A 係四，個 D 係個 R 係四四分一啦，嗱變成咗變咗噶啦。佢問首二十項，即係問 S 二十。哦。咁我唔我。誒，因為四分一嘅二十次方好細噶啦，撳機出嚟咧就會變咗零，所以我一定要變翻翻個二十次方嚟表示下。誒，呢個四分三。咁定上去，因為我哋遲啲都要用呢種方式去表達噶啦。咁呢個可以做，呢個做答案啦。GS， 咁嗱，咁我哋其實呢個咧，即係俾咗兩個 term 嚟嘅啫嘛。咁我哋首先咧，假設個 A K 又叫 first term 啊 ，R 都係叫 common ratio。咁個 K 即係等於二啦。咁一六二咧係 T 幾多嚟㗎？五啊，係 T 五等於一六二。咁即係話 K 乘以 R 嘅四次方等於一六二。好啦 ，R 嘅四次即係八十一，咁即係 R 係等於嗱 ，R 等於幾多啊？通常人都會中咗招噶啦。我睇我 read 到你嘅 body language 話俾我聽咧，你會中招。三是錯的，三或者是負三，有兩個 case， 這裡我最 check 最 check 你的位置就有兩個 case， 試過出過的那些 DSC 裡面，因為你計了一個 case 的話就很錯。好了，他計 A 加 B 加 C 嘛，那所以個 A 呢就會變成了是 KR 來的， B 是 KR 的二次， C 是 KR 的三次。好了，咁所以如果 R 係等於三嘅話咧，個 K 係二啦，咁所以呢度個 A 咧係二乘三，即係六。呢個 A B 咧，二乘三嘅二次方，十八。十八。C 係二乘三嘅三次方係。五十四。係咪二十七？好，但如果是負三嗰個咧，所以呢個 A 加 B 加 C 係加埋佢係七十八，係七十八。但如果呢個 case 咧 ，A 係二乘負三負六 ，B 咧二乘負三嘅二次十八。呢個負六嚟嘅喎，嗱，所以佢係有兩個答案出嚟㗎，啊，唔係佢嗱我就會正負之分，係啊係啊係啊，最慘咧，佢而家咧好中意，佢唔係得一組答案嘅考試，佢有時咧會有兩組或者三組答案，即係佢 MC 係咁樣玩㗎，即係佢個呢個玩多咗一組答案或者兩組答案咧，已經令到佢嗰個變化咧，已經係多元化咗㗎啦。負四十二啊，好嗱，呢度一段先啊。
呢條呢就是找個項數那裡呢就不可以用 log 做的，一定要用短除那些方法去做的，如果不是 log 的話就 log 不到的。不過 anyway 我沒有講過 log 那些方法啦，但是要找個項數，即是個項數啊。A 的時候呢個 first term 是3，是不是1啦，個 R 是幾多？一負三分一，九分一，負二十七分之一，七及二九分之一。負三分一。負三分一。好，咁揾項數咯。項數嘅時候咧，就係將個 T n set 做等於最後嗰個 term 啊。個 A 係一。七二九咧係三嘅六次方嚟嘅。但是死了，那怎麼對？一個 base 是負三分一，一個 base 是這樣，這個六三分一就六次了，那怎麼辦呢？就是因為那個位置，就是因為它是六次方，六次方是雙數來的，雙數的話即是你整個負給它是沒有的，lock 唔到嘅，因為 lock 嘅話你 lock 唔到負數嘅，你撳唔到 lock 負數嘅，所以 n 減一係等於六啊 ，n 係等於七。嗱 B 你話咧，你齋撳機就算啦 ，s 七係等於 a 乘一減負三分一嘅七次，同埋俾個小數我算到啦，因為呢個可以 accept 到嘅。好，你撳一撳到幾多先？噔噔噔噔，做曬啦。唔係啊，唔識。哦，慢慢嚟啊，唔使急啊。你爭幾多條啊？有啲。你嗰人真係好聰明啊！你係嗱，你係唔夠勤力啫。如果唔係數學嘅話，你可以變天才真係。係咯。喂，我講真啊！我想勤力啲，我勤力唔到，我好想勤力。你行開啦，你收檔啦，好計到幾多？少數得㗎啦。誒，俾個份數我得。大媽真係好，咁我冇嗰種動力。邊個大媽？同佢大哥，我級有個女仔，好勤力，個 creature guy， 你有啲狗，兩隻情啊！唔係啊，你想當年，人哋都話覺得佢瘦，佢零點七。我俾個份數你算啦，五四七啊，有份嘅，五八二，好。這個一定準的，如果705那個就都 OK 的。好，那麼講到這裡完了，那我給數你做了，是做一行就算了，好不好？我真的不明白，因為我不行，其實不小心，因為我不明白，但我學這三份是基本的，因為這裡會出 long 很深的，我們會還有三份的 exam 的，但我不會在今堂講，即是不會在今年講，即是再上了三，不是去到中六才講的。